买买，来买。阿姐，唔是来买啊？哦，你个眼镜。啊，恁囝甲恁是拢共。你老一只啊？正常无好听啊，你。没有，阿姨二姐的店没老呀。阿姨，鱿鱼花冷巴老鱼啊。好，帮你留了，鱿鱼花帮你留了，留酱后面有一只，等下再帮你留一只。OK， 你还要什么 ？OK， 你东西留完了，你东西留完了。收了啥？这个收了一个。贵了。贵了。啊，你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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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那蹦蹦蹦蹦蹦，今天幸好没在土城，那土城是谁？你们都要看那比较晚直播，就说人家土城没有没有。我懒得回答土城的问题，就这样子，因为回答不完。土城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大概我回答过一千次了，我没有要回答。等一下开直播，你们就会看到有没有土城了。古天寿早安。反正直播开下去，你们就会过去看的。这是金线，金线金线鱼。这是金线鱼。今天会有太阳哦。没有啊，你讲，啊你今麦就是自然啊，你今麦嘛。好，变两百蚊啦，两百蚊。去六百了啦，你讲以后再进300蚊嘞，真系。好啊。今天两百，超过两百。今天那边。啊。300蚊。哦，你今天比较早哦。今天进300蚊。今天进300蚊。太差吧。太贵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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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贵我把你来吧，金砖金砖金砖，早安，我把你来，金砖不会好点不会，金砖了。哎，你刚刚说过两个号，还有别人叫我去，爱好姐姐啊。我多少你都变，我多少我做做了嘛？还没包你包你包。这个一只多少？百，你瞧这还两百啊？200，你五六条500吧？六条500，嗯。秀菊啊喽，玉峰啊喽。其实，文之早。这小子一样都走了。他在黑暗那边。我接300，两个500。我接300，两个500了。这些这些这两百呀。这哪只今天天无？
操你娘的！我遐那一斤的听无了，三百块尔，你听无了？对啊，你三百一斤。遐那一斤的听无了，这那一斤的三百块尔啦。哎呀，唔能说。那一斤的两斤二，你三百尔，你一斤三百。下来。大狗，我死。你讲你讲你啊？嘿。讲讲你一斤三百，一斤三百，才三百，伊才两斤二，你。你吃哪味啦？几多尔？几多十来？他要开学了啦！今天有没有吃木鱼丸？没有，有我转去买一个。轩，轩轩要开学了，轩轩要开学了。有。你要两个。轩轩要开学了。那这样了没？盛明，我觉得你都没有在看，都没有在听的。怎么了？我觉得你都是随便打屁，然后大家讲什么，你根本没有听，没有在听的。啊，那个牛二两，牛二两三百。有礼拜天他有去雾峰哦。礼拜天他有去雾峰哦。嫩煎你牛二两。牛二两。嫩煎嫩煎哪的做？三百。对，那个礼拜天他有去雾峰。雾峰目前还没办法直播，要看盛喜要不要弄。百颗两百，一颗两粒，一颗两块，两块，嗯，我没有，很多人买，我跟你讲，我没有吃，还没吃过，但是一堆人说好吃，那我就确定是好吃的。两包好了，两包。盛喜二号收钱吗？盛喜二号收钱吗？那三包二号有收钱吗？有哈。有收钱。老雨哈喽。今天这喜会很忙哦。水饺有缺货。水饺。没有水饺啊。还不会了，有钱了。还在打架，干脆就干脆打两把。有水饺哟。哎，现在是自己包的。阿弟啊。哦，你一定要买啊。今天这一包多少钱的？很好。开玩笑的。徐编长，上次大买特买应该快吃完了吧？我还记得。哪有？只是这些东西没有了，要来补货。因为我记得上次有一次吐一大堆。一次买，下次买了好几包，到现在还有。可是也一阵子了哈。没办法，有的东西就是。我的。慢慢的。可以啊。可以摸吗？可以。有。今天有没有排骨？会有。春九娘，这花是啥？五百啊！啊？会春节五百了。可以嘛？会不啊？没开卖啊？无呢，嘛春节的。春节，这个我这五百多钱无啊？
如果插几刀啦，加现台。无插叉，你无插叉，哪插？哪插？啊，你啊现台啊，现台啊，恁动起嘛是啊，伊这嘛是。你看这种尔。我看嘛。我看这几个嘛无啦。今仔时啊，七大七大无过鱼啊。系啊。今礼拜几啦？真多。美女又早安，啊，不是美女，有护理早安，护理早。哎不，今天这又嘛无啦，哎，过雨嘛无啊。这边啊，来这边。这几个人问你啊？这是卡拉的脆片不一样哎。脆片不一样。对啊，这边是小块的，卡拉是你说卡拉鸡排嘛，那是大块的，还有这个是类似那一种，哎，麦当劳那种小鸡块有没有？哦，类似那一种。对，就是不是整片的，就是一口吃那一种。像类似像鸡块。你上次觉得没有，因为它昨天才开始出现。那昨天才开始有。卡拉那个都还没吃完。好吧，那就卡拉。你上次买那，如果你家人没有很多的话，一定是车超久的。郑龙早。鸡块好像，那个卡拉鸡脆片好像是400，是不是？卡拉脆片是多少？一包？啊？400块？那卡拉脆片一包400块？蛮大片的哦。蛮大片的哦，啊，蛮大包的。二磊姐，刚刚上礼拜天去开始日月潭，到今仔日吧。看到没啊？你我无讲，我唔敢讲伊好名。好了，土城应该开了。去哪里啊，老弟啊？那个没有，我们家没有人要吃那个，他们都要吃这个。白汤哦。嘉宝早，玉锦早，差不多了吧？可能该开了吧？看一下。对呀、啊。轩轩，轩轩，开学了哈。好吃吗？没吃过那个。没吃过这个。那也是用气炸。你看这么吃过就是要试试看。那也是用气炸。对啊，你看，气炸过你看。哇，好够大包哎。好大包哦。我输了。哦，一包这么多。哦。可以买。500，500，500块钱。感觉好像是那一种麦当劳的鸡块。说一下吧。现在麦当劳的鸡块很难吃哎、欸。对啊。那你知道它感？你不觉得那外面皮都不一样，很硬对不对？我当时吃一次，我超生气的。现在外面随便一家的鸡块都比它好吃。他就小孩就喜欢吃。麦当劳真的，麦当劳现在真的好难吃。应该是说6个3吧。对啊。还有6个。不用加吗？不会。一只200，一只200。他做啥工啊？两只。要三只有无？有哦，30只。对啊，因为麦当劳他的鸡块，他的鸡块换厂商。麦当劳的鸡块换厂商。我
再跪一下吧。跪一下吧，后来，来看跪一下吧，来，嘿，谢谢。哦，老实说，这样子其实就要吃两个月了。几百。每次都说要来买一两样，他每次都买那么多回去。你这样绝对要吃点，这样其实就要吃两个月。不吃啦，来，天天叫我哩。这个加上你原来应该要吃到过年，来叫你，帮你吃啊。自己都加上价，大家呢？不能加，这不能加呀。这不能加。大家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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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改配方哦，他们应该不是改配方，他们应该换厂商吧？他们应该是换厂商吧？我觉得是换厂商。我那个现在我都叫那个早餐店的鸡块，那个假上堡都比他好吃啊。然后我吃那个乐宁汉堡的鸡块也很好吃啊，软软的。乐林汉堡，乐林汉堡的鸡块也很好吃。鸡腿啦，那鸡腿啊。我喜欢吃呢。啊，不就那个啥子来着？我这个是啊，跟侬爸大王爸在家上班来的。林静儿的啊。买了。我买了五百来斤的。那没贵，你都跟他搞去麦当劳的汉堡不好吃啊，对啊。乐林汉堡的好吃，乐林汉堡，我跟你讲。你白吃生意啊！我叫你，你就白行啦！冇只狗，我都说你冇自己啦，你喺度你冇只狗，都包条都冇自己啦，你冇狗。你咪食咩鬼鱼啊？拜托嘿，一家囡仔咁困啊不？我系做工多只咧。拜托，一家囡仔咁困啊不？爹咩？我只就是困，只只嘛。爹咩？比囡仔乖啊不？有耐心啊！冇声哟，冇声哟。系啊系啊。比囡仔乖啊不？拜托。咋恁大贵呢？要是改配方吗？可是他们，我老实说，他们改配方，我觉得他们是叫货啦，因为改配方的话，以前是用红龙的啊，然后现在好像不是用红龙的，这是什么？不要不要，我是讲，是我讲，这器材无方便。是啊，我反正今麦较无人了解。这也先食，你若下顿去才食，下顿去才食会足咸的。嗯。今冬天无嘛无迄个，无个热天就热天就热。那个目前吃过那个麦当劳鸡块的都说变好难吃，还有麦当劳的招牌够大。还有麦当劳的招牌够大，没关系，不然的话牛二两应该还有吧，有牛二两还有。
两份好，等一下帮你留。那个，你家猫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给它猫草？给它猫草，它会很开心。